周深的声压到底得有多恐怖。近日央视音综录制现场，周深高音一出竟直接把音响给干废了。周深这妥妥的已经从音响修理师蜕变为音响终结者了吧。就在前两天，周深官宣加盟了全新的音乐综艺音乐原计划。大家都知道周深出品必属精品，周深每一次参加音综都会给我们带来无与伦比的舞台。这个视频就带你一口气看完周深用逆天声压造就的那些神迹现场。天籁之音一出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首先就是同乐坛大佬孙楠合唱时，因为周深过于恐怖的声压，竟被节目组强行进行了闭麦。是深深全新二专先行曲《蜃楼》，电音混合着高音，说来就来，简直太让人上头了。生命何尝不是从无有到无有，倘若赶路时候依然有泪在流，不管是否身处那蜃楼，世界如何虚构，情也一生如梦游。和刘凤瑶在天赐舞台合唱冷酷到底时，周深上演16秒不换气的超级逆天高音，直接惊呆了原唱。月光唱尽了柔情，那些刀光剑雨下的江湖儿女情长融化在了每个音符，一曲完毕，余韵悠长。打起功来连自己都害怕，极限拉麦时自己也不得不把耳返摘掉。与陈楚生的碰撞让人大呼过瘾，一个是悠远空灵的天籁之音，一个是拥有227亿的流氓音色，互相缠绕让人上头。经历犹如小说主角一般传奇，在成名前的几年里，他默默地蛰伏耕耘，他的嗓音让他受尽了许多人的歧视和批评。然而周深从未放弃，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，最终凭借不懈的努力站上了更大的舞台。周深的谦卑与真诚自始至终都发自内心，他永远对观众和舞台抱有敬畏之心，满怀感激之情，这也让他赢得了无数人的热爱和支持。然而周深从未改变，依旧保持着热烈的赤子之心，怀着最质朴的愿望，他还是那个纯真善良的周深。
90后歌手谁最火，必然非周深莫属。央视宠儿、联合国嘉宾、二专三巡也是遍地开花。你知道为什么拥有近200首原唱的周深却被质疑没有代表作吗？在流量经济的年代，红就是原罪。当歌手的唱功无可挑剔时，便会攻击其不会作词作曲。事实上呢，歌手分为创作型和 vocal 唱将，像是两代歌神张学友和陈奕迅也很少参与创作，但人们还是会将十年、遥远的他等歌看作是他们的代表作。王菲的 OST《匆匆那年》也是如此，所以呢，将《大鱼》《小美满》《人世》等歌曲看作周深的代表作也无可厚非。此外，周深并非不懂乐理，像是《可他爱着这个世界》就是周深完整作曲的歌，其他歌也都参与了和声的编写。只不过现阶段他想先做出几首能够代表自己风格水平的歌曲，所以呢，一直在和钱磊、隐约等优秀创作人合作。最后，生米们，你最喜欢周深的哪两首歌呢？视频最后，大家不要忘了今晚奔跑吧有周深。今日奔跑吧官方连续放出多条第十一期预告，周深白鹿组成王子公主搭档，一出场就是又美又帅。而且开场等待揭秘搭档期间，周深就通过 VJ 猜到了搭档是白鹿，观察力真的厉害。在乌鸦喝水环节，能量大爆发的周深白鹿硬控张真源一整场，看着预告都既好笑又心疼张真源。哇，白鹿可以啊，什么事儿？听到这个痛啊！啊！俩体育社的。太精彩了！90后歌手谁最火，必然非周深莫属。央视宠儿、联合国嘉宾、二专三巡也是遍地开花。你知道为什么拥有近200首原唱的周深却被质疑没有代表作吗？在流量经济的年代，红就是原罪。当歌手的唱功无可挑剔时，便会攻击其不会作词作曲。事实上呢，歌手分为创作型和 vocal 唱将，像是两代歌神张学友和陈奕迅也很少参与创作，但人们还是会将十年、遥远的他等歌看作是他们的代表作。王菲的 OST《匆匆那年》也是如此，所以呢，将《大鱼》《小美满》《人世》等歌曲看作周深的代表作也无可厚非。此外，周深并非不懂乐理，像是《可他爱着这个世界》就是周深完整作曲的歌，其他歌也都参与了和声的编写。只不过现阶段他想先做出几首能够代表自己风格水平的歌曲，所以呢，一直在和钱磊、隐约等优秀创作人合作。最后，生米们，你最喜欢周深的哪两首歌呢？记得点赞关注哦。